有趣的灵魂相似，就怕好看的皮囊撞脸。小编发现最近自己好像得了脸盲症，看娱乐圈的美女感觉都长得差不太多，比如最近看到的两个90后小妞，这个你们都知道是谁吧？来自日本网友口中的4000年美女鞠婧祎。话说第一次 get 到她的颜是在一部蓝色美瞳剧里，出演一个没事就呼啦起大翅膀满天飞，然后超爱给男主角跳舞转圈圈的女二号雪飞霜。啧啧，这个名字一听就感觉气质冷冽不可侵犯，处处透露着贵女的高大上，有木有？别说你没看过这片，给你们来张美照重温一下回忆，瞧瞧这小模样，真是我见犹怜。试问有哪个男人看了不心动？但咱们男主角偏不，没办法，按着剧本办事，女二再美也得忍痛选择女一号。不过说实话，小编始终觉得关晓彤在剧里的颜的确是逊色于鞠婧祎。 OK， 介绍完一个，咱再说说另一个是谁，那就是在周拍的组合成员周杰琼。说起周杰琼，这也是一个新晋人气小花，不过小编对她的了解并不太多，只知道小姑娘在韩国出道，一带就是6年，韩语溜得不行，不知道的都以为她是个地道韩国人，但其实她是组合里唯一一个中国籍的，这么多年人在异乡辛苦训练，想必也是吃了不少的苦。回国发展以后，在今年还担任了偶像练习生的舞蹈指导老师，由此可见一斑，功底一定十分深厚扎实。为什么单独把这两个人拿出来说呢？因为最近这两人一起出现在某节目，站一块儿，小编都差点分不清了，一个94年的，一个98年的，两个人都是甜美系的，完全看不出年龄差，不信你们看看，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周杰琼的脸略微圆了点，口红色好深了点，把头发都放下来的话，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像呢？哈哈，你们更喜欢谁呢？